再加点香菜啊，在面条里面啊。好 ，OK， 牛肉粉一份啊。吃他那牛肉啊还不够啊，吃他那里牛肉，我操，绝对没我这个多啊。他那一份啊，本钱够吗？那么吃，今儿赚了嘛？哎，看这牛肉，哎，牛肉，哎，靠谱啊！嗯，这还是牛肉。嗯，你要120，120。嗯，这么大一盆。还是得吃饭呐、啊！我去，总不能至于啊，饭都不吃了吧？吃的米粉，再造一块牛肉啊！说人话，白二狗说人话，村村的不知死活的。再造一块牛肉，啊，牛肉一块，我吃的牛肉是巴西牛肉，是吧？巴西牛肉。巴西进口过来的牛肉，嗯，好吃。不是阿根廷的，是巴西的。这牛肉是巴西进口的啊，嗯，巴西进口的，骗你们王八蛋，35块钱一斤巴西牛肉，不贵啊，35块。但是除去水分，除去白色筋膜，也要投48、50块一斤的话，它毕竟有这个水分，哎呀，摔下来也要投40几，接近50块，哎，跑不掉。国产的冰冻牛肉
哪卖得了三十五？卖二十几。我买贵了，进口牛肉一般三十，那你要看它，看它是哪个部位，部位要根据部位来。小钱儿，小钱儿个屁，小钱儿！啊，超市他妈拿来卖六七十，我去！啊，超市他妈的鸡巴巴西牛肉进口的，啊，那拿来卖他妈七十一斤，他解冻了拿在那里卖，他把筋膜给你剔一下。解冻了之后卖七十，我们这里超市就这样干的，把那个巴西牛肉拿来给它解冻，然后拿来卖七十。它解冻了，弄个毛巾，给它把水分攒一下。然后把那个白色的筋膜给它剔一下，拿来就卖七十。然后这发现了，被我发现了，我跟你说。这是我们这里超市干的事儿。牛肉还在内蒙古的，那我不懂。反正我们本地的那个黄牛，高山黄牛肉，散养的啊，它全是吃草放养出来的。啊，那个牛肉好，那个牛肉要卖四十几一斤，在山上才买得到，就把山下买不到。夏天我去山上的时候买了一坨几百块钱的。那牛肉没水分，卖40、41、2，没水分，真的好。啊，现在买不到，但是它带皮啊。买那个鸡巴牛肉还全给你带皮，还带着皮卖。巴西国产就不是进口的，巴西便宜，巴西牛肉这些东西，巴西的便宜。巴西农业大国，嗯，41、2，但是带皮，没有水分，干得很。高山黄牛肉，啊，牛肉味儿比这个味儿倒强，但是要老一些，但是那个肉要老一些。啊，散养放养的那种黄牛啊，在那个山上啊，吃草放养的黄牛啊。很老，它的肉质就是老，但是牛肉味特别强，没水分，买不到。但是那个拿来做我这个铁板呢，做出来老了，说实话。怎么会没味儿？这冻肉也谁给我冻肉没味儿？你像我家里养的那个土猪肉，那肉拿来冻他妈一年，吃起来猪肉味强得很。怎么会没味儿？有味儿。反正这个巴西牛肉还可以，吃起来牛肉味很强。感新鲜的是要差一丢丢啊。那不冻一年。我家里不去年养了四头猪，那肉冻一年不一样再吃。我宁愿吃那个冻肉，不愿意去买那个新鲜猪肉，因为那是粮食猪，买的那个是饲料猪，饲料猪新鲜的买来都没啥猪肉味儿。
巴西就把农业大国，14、14、15天天吃。巴西也是喂饲料吗？巴西的牛肉，他们农业大国，地大物博，人烟稀少，那不给他吃草了，给他喂饲料，饲料成本高啊。他从国家地大，还有很多猫腻啊，他出口的都还有猫腻，他妈不买他的。我拿来吃起来牛肉感觉不错啊，感觉不错啊。那都穷的饭都吃不起了，那牛还能给他搞粮食料、搞饲料还吃啊？我怕就在外面吃点土多了，哼哼哼！啊，都把穷的饭都吃不起的国家，还有心思去生产高科技啊？放在外面呢、吃吃草，吃草草又不要钱。这么厉害呀、我去。那下次看来不能买那个巴西牛肉了啊。长得快，长得慢，对，但那个就把国家穷得很呢。没说他高级啊，没说他高级，只要是放养喂草长大的就好啊，没有高科技就没有饲料，没有化学成分啊，高科技就好。如果是那种高科技搞出来的，那就没意思。巴西不穷，穷的嘛饭都吃不起来，不穷。饲料跟那个草比起来，它不贵呀、还饲料不贵。饲料跟那个他妈野草比起来。你要野草不要钱儿，对吧？励志阿根廷都是发达国家。巴西穷。他们那里农份多嘛，找农份手上去收嘛，国内卖不掉嘛，国内穷了吃不起嘛。农份手里收嘛。成规模，农夫手里收，自己养啊，自己养呢，就这个鸡巴价格卖出来，我怕亏啊、确实穷啊、
穷得爆。红汁好，那他们吃不起牛肉了。饭都吃不起了，吃个鸡毛牛肉啊。同样猪一样，走不了几步，吃了关灯给他睡觉。那些那么穷的国家也这样玩了。那些那么穷的国家，主播伙食不错，伙食很差。那么穷的国家，他也玩这些啊。再穷的国家也有富豪啊，他不是在农夫手里收啊。我阳过了，阳过了，再穷的国家也有富豪那是。确实啊，吸血鬼。没乞丐的国家才可怕，真的吗？完不成，收不了多少哦。也不知道补补阳气，对，要搞亏的啊，哼，不懂养生啊。不懂养生宠坏，下播睡觉吗？收摊吗？哥们，是的，
六个小时120，我操！这他妈这个摆的真是，摆的真是不行了。六个小时摆了，收摊。嗯。还有这么多鱿鱼没卖掉呢，刘总。看了斗鱼这么久，第一次看我啊，欢迎，欢迎大哥。这个逼有直播潜力，都他妈都倒闭了，还直播潜力？嗯，没卖出去自己吃，那刚刚吃的五饱六饱的。吃的是五饱六饱的，还自己还吃，嗯，吃穷了，知道吧？天天吃穷了。不能自己吃了，吃穷了要不得哟，本来都穷我去，本来都穷得叮叮当当的响啊。叮当响，欢迎海昭王哥哥啊！摆摊儿，收摊儿，穿锅。纸用得非常快了，这个纸妈呀，天天用，这个纸都要用完了，我去。悲伤香油，把香油倒满，把油桶他妈提回去吧。单枪匹马好多年了，大哥。直播好多年了，单枪匹马，好多年了，太难了。
把这个油啊，把这个油给它装到里面来。这个果多了，我去。这个香果，香果太多。这个油好嫩哦，我去。哎呀，这么大一桶油。搞了一锅油，一锅香油，香油一锅，奥利给！只要你说行，我就联系他，第一次看我直播，关注了，联系谁呀、啊、哥？联系谁？谢谢关注啊，好吧，小象哥，我都倒闭了。还联系这个，我都倒闭了。你看看我现在这个礼物，我去，就别去丢人现眼了，真的是去丢人现眼啊。分币表，谢谢哥啊，谢谢哥的好意，不要去，不去了，没意思。加工会现在都把直播都倒闭了，播一天算一天呢，还加啥那些？播不起来的。
别丢人现眼了。都出来摆摊来了，好巧，没心当干了，都出来摆摊了吗？倒闭成这个样子，还加那个干啥了？啊，播一天算一天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播一天算一天，磨一天阳光。不倒闭，不倒闭还出来摆摊儿，嗯，你看我不倒闭，我还出来摆啥摊儿？今天120卖了，今天卖了120，血赚119，对。你说太对了，120净利润100哟，对。那别人买的，当别人是傻子，当别人是傻子哦，别人花120，他妈还吃20块钱的东西。嗯，那怕是头脑坏掉了。哎，生意好的一天没有，最多100多。哎，把这个垃圾桶来去倒了。熬啊，还得熬啊。还得接着熬啊。
福建烤老鼠，下次跟卖老鼠的。哎呀，我操！亏你们是想得出来，你们想得出来那么简单，抓老鼠这次的节目效果爆炸，想得真美好。灯是关了，灯是关掉了，只要挣钱啥都干，好靠吧，奥拉斯奥利给，靠谱漂亮，直接吃老鼠吃，已经在踩缝纫机了。哪敢这样乱搞？哎呦，我操！4:20了，今天又挨了7-8个小时，哎。真鸡巴难熬，真难熬啊！兄弟们，是真难熬。是真难熬。来看我直播，手手，谢谢啊！是真难熬啊！哼哼哼，这他妈的！有那味儿老妈，香油好吃不贵，兄弟们去买点啊。看直播豆浆都烧糊了，没事，烧糊了吃油亮味儿老妈的香油啊。是不是可以的？好，可以。吃他老妈香油啊！
琪琪，哪个琪琪呢？谁琪琪呢？哎呀，那个窝囊废！那个窝囊废，不要搭理他。反骨仔窝囊废啊！一个窝囊废反骨仔，配跟我联系吗？他，对不对？一个窝囊囊的窝囊废。今天收摊了啊，赶紧录屏吧啊，我收摊了，看我哪里在走啊，耶耶，怎么个事儿？没电了吗？我操，电不是满的吗？暖气好，他不配。我三轮车没电了吗？我操！兄弟们，没电了。车怎么了？我操！我三轮车进水了吗？我操！
完了，我上那抽完了，妈的完了，进水了，我操，上那抽，进水开不动了，我的。完蛋了，我操！出来都开得动，现在开不动了，我操！我操，这三轮车坏了，我操。有电呢，还在叫啊。今天早上大概应该会出现，那就不知道了啊！糟了，我操，三轮车没电了，兄弟们，完了，我操！回去搜一下啊！哎，我操！这推不动了，我操！这咋推得动？哎，哎呀，完了，三轮车没电了，我操！有电了，这不电满着的吗？那下雨给我搞坏了。我操！三轮车坏了，我操！回去搜一下，好。妈的，坏了！不应该没电了，我就。哦，有电！哎呀！把档位
住了，孙子。哎，这九油门没用了。看见没有？那档位 P 档挂住了，我操！好久的妈的没按到这个键儿，今天不小心把它按到了。看这油门杠杠杠，就跟吃了油两份老母的香油一样啊！杠杠杠杠杠杠杠。杠吃了油两份老母香油啊，攒劲啊，吃了攒劲，好吃不贵啊！杠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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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杠！今天说又不做了，什么意思啦？什么个意思啊？吃了油两份老母的香油，这真是跑得攒劲了，刚才就加了香油之后，三轮车就跟好起来了。杠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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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杠太带劲了，我这三轮车都吃了油两份老妈的香油，这之后跑起来瞬间跑起来了。抓老鼠做早餐，抓老鼠要做早餐要拿油两份老妈的香油来做啊，那做出来味道一绝啊。味道一绝。这个孙子，我看这个孙子在不在直播间，在他妈就外的，还在我直播间啊。嘟嘟嘟嘟嘟，三个三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真的今天能等到大哥吗？
耶，我是你们边大才。你是会啥游戏？再让我看了一眼呢。唉，来看我失眠 ，OK。有两份的老母，我叫老母香油，好吃不贵啊。金山兄弟去买点吧啊，金山兄弟去买点有两份老母的香油吧，还有傻军闺女香油啊。2023年新的一年，第一天要去买，赶早啊。买来我给你报个账啊，要是现在没钱穷了，我给你报个账。今晚赚了120啊，把地摊赚了营业120，赚了60-70块钱啊，可以去购买了，购买的话10斤8斤的啊。左月兄弟来了，你看我这三轮车吃了有两份老母香油，哎呀，还叽叽叫啊！叽叽叫，新年好，新年好，左月哥啊！还在直播间做孙子。等一下，老子他妈的给你一脚啊！刚打完麻将，好靠谱啊！Thank you.